东桥 Vlog， 我们现在在哪边呢？我们现在来到五藏小山，要拍商店街。对，我们今天吃凯叔推荐的一个 Kitchen Ribs 乐牌，我们试试看吧。看你吃的，大成这样子。吃饱饭啦，我们就在五藏小山商店街慢慢走走看看晃晃吧。对，因为今天是社群日，所以就继续抓宝喽。哎、今天正好在拍商店街特辑，乔文这么努力的在拍摄，有顶商店街好长啊，都快不见底了、啊。大家看这个商店街后面是什么东西？马匹诺，是卖炸物的吧？对，你是在指高中女生吧？我看。对，来哟、哦，好朋友啊、哦，好朋友来啊、哦。今天天气好，穿春心荡漾哦，就这样了。很樱花。有，来到了甜点店。这家店叫做 Osama Dos Dolomites。我们这里吃冰淇淋，隔壁桌点了一个超大巨无霸哦，快点看。耶！我的学生啊，陈同学讲，他最近从英国回来，然后今天特别在这边出现。I can't lie there. Why? Why?我们从五藏小山走了几分钟就到护月影座了，十分钟以内吧。对啊，所以你逛完五藏小山之后，你可以直接接到护月影座继续逛商店街哦，而且还可以有美女陪你哦。对，哎，你知道护月影座商店街是东京第一长商店街吗？不知道，你猜看它多长？1.3。哎呦，对了，因为我刚跟你讲，刚好查资料，护月影座也是炸鸡的一级战区啊，好不好吃啊？吃起来一定很烫哦，很 juicy， 然后它完全不用加任何的酱啊、盐啊，直接就有那个皮上面就有味道了。这是这个商店街的吉祥物哦。嘿，护月影座离开之后，坐车坐了五十分钟，为了什么东西？我们为了寻找一杯台湾的真奶，来到了饭田桥。我们今天就在冷冷的春天喝着冰冰的珍珠奶茶做结束了，是辣的。这集就帮春水堂打个免费广告喽，这是最怀念的台湾食物。来日本的话也可以喝春水堂哦，干杯！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